觉得看到每一个人生命的感动嘛，最喜欢的是每一个人，我觉得那个一天比一天都进步，一天比一天都更好，这个是我觉得在这里看到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在这里呢，其实看到社群，他每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东西，那每一个人呢都非常非常愿意学习努力，那能够让这个在整个一个参与的过程当中跟着公司的脚步一起前进，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然后很扎扎实实在做的事情，也是我在这个社群里面这个真的得到很多的启发，学习努力，然后一起这个扩大认知，然后呢可以呢这个跟上公司的脚步，这个一起成长。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呢，真的让我们看到了新的世界，因为我每一项好像都是最新的，而且让我们每公司每一次的这个发表新的东西都让我们好震撼好兴奋，每一次发表一件这个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好像一天都可以睡不着觉，都会兴奋到睡不着觉，然后让我们呢真的扩大了很大的一个知识的领域跟认知，因为我们都知道财富就是在认知的范围内，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好大好大的财富，好多好多的财富，因为巴比尔那个我们的创办人他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公司将未来创造无限的可能的大。哇，太棒了，因为为什么留下来，为什么选择，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我觉得是最值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公司要再创造的是一个无限的可能未来，我们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我看到的我们是代表的是一个趋势，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领头羊，当然在这里我觉得公司让我看到可以带给更多更多生命的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且真的做到了。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说助人是最好的运动，那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品牌，我相信未来将造福全人类，而且可以帮助全人类过更好的生活。